花友从网上买了一个赤白的生装，然后呢想送给朋友，但是不会养，想让老花姨来帮他弄一下。这个呢也算是一个寄养了，咱们给花友们打开看一下是什么样的苗情。关于生装这一块呢，一般啊都是南方玩的比较多，北方玩的比较少。因为北方有一个树动不动就上百年，因为只要是百年以上的野生呢，它都是有保护哈，就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范畴之内的，大家不要乱碰。好，咱们打开看一下，又是这种东西，苗情非常的哇塞，看到没，非常的有型，而且这个价格也是相当的不便宜了。当大家伙收到生装的时候呢，一定要看一下根系如何。这个打包也是粗糙的很哈，上面的牙子都戳断了，自己打的，这是他不是在网上买了就寄过来了吗？他自己养了一段时间不会养，我说呢，我还以为是直接寄到我这儿来的。保护措施很好，用到的是大量的一个水苔来保护树干。保护树干的话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会生很多的这些芽子出来。这种生装一般云南就贼多。他就是云南，他在云南，然后但是他是陕西的，在云南那边上班好像。我就想回云南，我从2019年我就想去云南，知道吧？对，想去丽江。你想去云南，你是去玩吗？丽江是艳遇之都，你是因为想搞艳遇去了你？用到的是腐殖的山灰土，这就是正儿八经的山灰了，能看出来吗？什么是山灰？这种就是山灰了。这个土非常的哇塞，看到没？你就算是它缺了水，它不会很黏，它是那种沙瓤了，沙瓤的。对，它是它的一个小芽，是它的一个小芽部分。它来的意思就让我给它翻盆呗，就给它养好呗，种好盆呗，意思是。咱们应该弄点那种紫砂盆给它好好弄一下的。明天我去花卉市场淘两。没有，我给它简单的收拾收拾根系，然后我给这个看一看是怎么个事儿。然后我想着哈，这边我不想让它生很多的这些芽子出来，它可能它的一个想法是想着生出来更圆润一些。对，它想着生出来更圆润。然后呢，你看它下面它又出来一个这种，我想的是给它破坏掉，我不想让它长了。因为它会消耗大量的一个养分，你看这个根系不就是主要是供给这边吗？它后起之秀啊，它会消耗很多的一些养分的，你知道吧？哦，好像这个一个是一个新的一个独立的整体哈，这个咱们留下来，这个留下啊，种了。这是全芽的。对，全部都是芽的，全部都是，这个就放到棚里面去了。然后啊，我是准备动短刀，把上面那些个全部该剪的就给它收拾收拾，剪一剪的。但是上面这个还不好剪，特别的不好剪。种上吧，直接种上吧。它这个山灰挺好的。有的话说这个山灰能用吗？这个山灰挺好的。这种都是这种土哈，我跟大家伙说，像东北那边也有，山上也有这种山灰，它里面的这个有机质含量特别的高。这个就是如果说它的油性再大一点，就是东北的那种黑土了，就特别的棒。你看特别的凶远，根系扎的也特别的舒服。很多的花友还惦记着老花姨，你那个花店怎么样了？我那个花店倒闭了哈，我前脚装修，后脚就给它撤了，就不弄了，没时间。这个太丑了吧，配那个。这卡哇伊。这个呢？这太深了吧。一样，找了一些赤玉土，把渣渣给它筛出来了。下面有个孔，给它垫一下。
好多的画友总是很纠结这个孔不知道如何垫，其实很简单，找个这种无纺布就 OK 了，把粗颗粒的垫到下面，增加一下排水透气，也还行是吧？有点小。嗯？不小不小，刚刚好。是不是吧？我没有弄死，这块儿也不休息吗？然后呢，它原本它裹的这个树干，咱还是再给它再裹上吗？我觉得没必要，咱那些苔藓都扔了吗？那拿过来，都拿过来。然后呢，咱们有那个花友寄过来的时候，有一些苔藓。我对我的作品还挺满意，好看是吧？加入一点101。101呢，在咱们养花来说呢，还是比较适合的哈。你像农业上面用到的更多的是一些赤霉酸啦、银诺丁酸啦、氟硝酚钠啦，咱们养花就这个用的是比较多的，它不是一个行业的东西。就说有的花友老是问这个农资店里面的肥料能用吗？是可以用，就跟人一样，猪饲料也可以吃，你看适不适合。它有时候农业上面的它劲大，因为它是针对大田植物，咱们园艺行业里面呢，它就要求的是要安全，要温和。生根液加几滴就行，不要太多，就是个药引子。101它不烧花，你多来点没什么事。其实这种东西啊，在福建或者在广西，它真的是一点点的压力它都感受不到，因为他们那边呢，就是在山林里面也好，干什么也好哈，它就是比较的那个潮湿，在咱们山东地区它就不一样。很多花友也老是说啊，来我们这儿看看，我看啥我都看过了，肯定啊，在你们那边丢地上都能活，它空气湿度也够，也 OK。那在我们山东这种地方它就不行，它就要差很多意思的。然后上面的这个我想修剪修剪，无从下剪刀，剪刀还不好下。这个就给它先放棚里面，要一定的空气湿度的。哎，这个还这下面怎么不出水呢？感觉也出水，这里面都是水。这个不用天天浇哈。现在咱们这种裸根换完盆之后啊，它是需要一定的缓和时期的。你像现在夏天的比较热了，像前两天稍微那种温和的时候，你放到外面它一点事没有，尤其是下面有很多水的时候，这更 OK。 这个放到前面去，放到这个地方是刚刚好，因为这个地上很潮，你看到没，有很多的潮气啊，放到这儿是可以的。然后呢，咱们这边没有很合适它待的地方，我就给它放到这个地方了。我们这个地方的潮气很大，而且通风还比较好，我给它放到这个角落这儿。需要一定的光照，但是不用很强。这个大概在西头的时候它会来一点光照，先在这边待个两三天先看情况，通风也会好一点。先待两三天先看情况，过两三天再看，不行就搬到棚里面。大家养的时候也要注意，就看自己的一个光照嘛，不能太强，因为你裸根换土了，好吧？先养一段时间，想要把它养得郁郁葱葱的，先把根系给发育出来，先把根系给发育出来。这种老桩就是，根系发育出来之后呢，咱们就适当的给它再翻盆，再换一个大点的盆，再去施肥。现在就是先缓和缓和，好吧？这些个是为了保湿，别的没啥了。希望这位花友的花
这个腿就有点小，但挺好看的哈。我现在我不敢给它下剪刀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想下剪刀给它剪了。好了，觉得不错，就点个赞，其他两个问题视频要留言。想要寄养的臭宝可以抓紧了哈，来回快递费自己出。我是老花姨，养活最着急。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嗨，嘿嘿嘿嘿。